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perstar 哥爹，即将要剪头发的。I'm Superstar 哥爹。I'm going to cut my hair very soon. It's before I cut my hair.
啊，应该三十五点的。
没有，换发型啊，换发型。那刚才好，我叫他们剪他爬的比张雨霏还快耶。哎呀，你看你一块是讲卖鱼丝，卖鱼丝，还有他讲叫卖鱼丝，卖鱼丝，卖鱼丝，卖卖鱼丝。我没有，我看了更新冠的鱼丝，我感觉要等更新冠。你找我什么对象呢？等什么？我不想再找一下真人的了，跳走的了。他在这边要见到你，走的要快的。两点啊。你们干什么？跑步子，现在跑步。我在那跑步子，他们跑步子的，他已经跑步的路啊，跑步的路啊，不快啊？去找那个跑步的路是吗？越想越远了，可能越想越远。不是卖椅子啦，我这里我这里弄什么？弄跑步的，我只穿纯棉袄，还有没有？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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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